我是赖博，这是今天是107年11月5号，不是6号，行准呢是8点整，小巴士是有列车要抵达终点站。本列车仅行驶到本站为止的列车，不是什么车。第二列车 B 车，不知道是3250次的，还是319次，彩莲自强啊。不是316次啊！经由南环线口新转的 DR3000 型，9辆编组彩莲之桥，实际上终点站新左营站。好，谢谢观众朋友们。